的黑洞，这才是反应力波，无法逃脱这漩涡，还要毁灭这宇宙。So lady lady， 请你不要停止舞动，或者晚上再打给我，聊聊如何拯救地球。给你请来了一个神秘嘉宾，一千万点赞了，对，一千万点赞，兄弟们，我们即将把神秘嘉宾请出来，但是这个神秘嘉宾他有点特别啊、哦，咋了？哪个神秘不够体验？就是我觉得你想要有惊喜的感觉，这个嘉宾出来的时候，你可以把眼睛闭上。拿个眼罩给我，拿个眼罩给我，来。一定要惊喜，不惊喜不要成惊吓、啊。对，不会的。啊，那我带了啊。对，你放心。坑不了你，最好是你别坑我啊！不会，别坑我啊！哎呀妈，神秘嘉宾，好，来，我带了啊！你别坑我啊！哎，你快，来，别坑我啊！别坑我啊！好，来，你放个音乐。在你旁边，在我旁边吗？对，我可以摸他吗？你稍微男的女的，稍微碰他一下。这什么地方啊？他腿在我这吗？嘴哥不在直播吗？嘴哥，这什么？哎呦，这什么？没有违规，你放心。不是很奇怪，怎么一条缝？啊？嘴哥在直播。哎呀，我跟你讲，哎哥，我动了，嘴哥没那么高吧？你别揩油啊！你干什么呢？嘴哥，你鼻子去哪了？你皮肤怎么变那么光滑？嘴哥。说话，你怎么又不开播了？哎呀，你干什么？嘴哥吧，又嘴哥。咱们三只羊，你觉得这是谁呢？嘴哥，还有谁？这是很奇怪，这是男的，这是男的吧？对。不是，我一直没问到他头在哪。你再往上试试。这么高。
你手不要往下，可以往上，不能往下啊。我知道，我不敢啊。你别趁机揩油。没有，你让我摸一下。你猜不猜得出来？是谁呀、啊？一毛钱的品牌方。不是，你说呀，我什么时候拿下来？你可以来，你站好，来你站好，准备好，你准备在哪里？这镜头在这，来你准备好，好来。你个头大哎！哎呀！小王，泽哥，好久不见！哎，你怎么来三只羊了？你把泽哥请过来啊！对，王兄吧。这是我以前的好朋友，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泽，我就把他泽，我他妈比我头还大，我的妈，他这比你头还大，那泽哥你再可以，这比我头还大，兄弟们，哇，你认不认识水哥，我师弟，好像有听说过吧，只是听说过，十万个，他很猛哎，你有感觉你有比他猛吗？我感觉有。可以试一下，试一下，可以试一下，试一试才，他能把我举起来，你能把我举起来吗？怎么举？他能把他能把我，他就是这样，十字相扣，他能给我举到很上面。我这举上去也会碰到空调啊！真假的？真的、啊。你要举他？可以吗？举不举，兄弟们？兄弟们举不举？我的妈呀！让我看一下，看你要举他是不是？啊你们手拿一下快，你先教他一下怎么举。你教我一下。你在下面，蹲、下面，蹲下来，然后我们十指相扣，十指相扣，然后你再往上撑就是。是不是？你现在要举。啊，现在举吗？现在举吗？兄弟们，现在举吗？啊，你行就行，你不要给你撑，因为很多。我试一下吧，我试一下。很多人做不到的。是吗？啊？很多人做不到的。试一下吧，兄弟们说行不行？兄弟们说举不举？我只被整个举过，兄弟们。嗯。好啊，我好，整个你变帅了哎。是吗？我整个好帅，好帅啊，兄弟们！怎么吊打了，兄弟们？兄弟们，就整个来说是吊打啊，兄弟们。那就举一下吧，来，上。来。来举。你准备好了没有？我准备好了。好。我是猫爷。举。感觉都似曾相识啊！你在干嘛？你最近过得好吗？还可以。你最近在干嘛？我在健身。健身？嗯。累吗？哇！兄弟们，直接就整个脸给我带一波！小王这里很猛。我的妈！来啊！哎呦，这个会不会吓到？兄弟们，这个会真的会吓到，整个直接一拳给打飞了，兄弟们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一秒，兄弟们说一秒，你能坚持几秒？兄弟们说你这样上去就一秒，对。兄弟们，他说我要我做几秒吗？兄弟们说一个数，兄弟们说几秒就几秒，太短了是不是？给大家上第一个品，待会来，给兄弟们啊！来，兄弟们说几秒，好吧？我，嗯。啊，兄弟们啊，举高高是不是？好，来举水哥，兄弟们过去再摸，结果来举水哥，我的妈呀，兄弟们，来第一个品来，我们带货，我们先带货。啊，我们带货是吧？等会再举，兄弟们等会再举，好不好？啊，等会再举，兄弟们，来兄弟们60秒，好，我们等会计时。兄弟们说一下多少秒，我们先把第一个品，哎。带货，你之前不是一直问我说小华为什么会卖货，总是卖着没了？对对啊，为什么？你今天想不想感受一下？什么品？来上第一个品，宽了啊。什么品？什么品？不能卖那个啊。怎么了？这怎么了？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个鸭脖吗？手撕鸭脖，哦，王小卤的，是大牌哎，挺好吃的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第一个是这个品吗？谁排的？等一下我不想你今天第一天来，我不想那个。没事啊。这啊，是吧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啊。嗯。什么鼠头啊？什么鼠头？哎。
来，兄弟们，我们介绍一下，好看啊。啊，兄弟们，这是鸭脖，不是鼠头。这个啊，啊，兄弟们看啊，这怎么讲呢？因为已经很久没卖了，应该有个一两个月没卖。我的妈，你大知道我整个屏幕塞不下。哦。我的妈。那我就在后面吧。好好好。哎呦，哎呦，你看到我们两个站在身边，哎，我们往后面站一点，小你来看。啊就兄弟们啊，很正常兄弟们啊，不是鼠头兄弟们，不是鼠头，这是鸭脖兄弟们，是鸭啊，是鸭，这是鸭脖啊，是鸭，王小乳的鸭脖啊，来看一下啊，来来，怎么拆呢啊，慢点，我了，你就拆掉了，哦，你要稳重，你一定要稳重，这第一个品哦，什么？我们在卖鸭脖，不是卖鼠头，就很想笑，有一声音。你介绍啊，介绍介绍介绍。对啊，啊，我要是封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要是封号了，一拳打在我脸上，一拳给他脸打歪。但是我跟你说啊，你只能打我，不能打他，打他的鼻子歪掉。哦。啊，因为他鼻子那是那个肋骨鼻啊。啊，有大。能动一下吗？啊，不行。啊，你的动一下，马上就歪掉啊。啊，看，行吗？好，反正就是说呢，这玩笑你敢喝喝呗，你卖疯了，我一拳把你打。我跟你说，今天要是我封号了，你我就跟你说，我直接你一拳给我打下去，打我脸上。好，来，好，你没事，我还没。我们在卖鸭脖，兄弟们，不是鼠头是吧？看哈，这不是鼠头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鸭脖哈，它的这个就是反正它、就是。它是68克重，就是很那个很。LONG 知道吧，你要懂点文化嘛，就是很那个啊啊。然后呢，今天我们小环直播间王小乳的大牌子，有没有吃过王小乳虎皮凤爪，很贵啊、今天小环直播间行吗啊，正常一根18.8王小乳，对，来今天小环，干嘛要说个正常一个啊，哦、哎、手套，这不用手套，卖吃的不用手套，你要什么手套？你看，你看，看你们，我们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带货主播了。好，我们不会去犯那种低级错误的。正常一个，对，搞错了，正常一个，在外面卖，来11.2，11.2了，叫18.2，来哦，今天小杨直播间哈，一个，来两个，黑鸭味的，来香辣味的，来三个，四个。5个，是不是50块钱了？来，6个，7个，8个，59.9，3000单，上车。那个，哥哥平时吃不吃鸭脖？来，吃啊。平时你健身吃鸭脖吗？对。哦，所以说健身的话就一般就不吃，健身的时候不吃。我不健身的时候吃了。来，开心一点，安全卫生啊。你很听我的，说明。来，你这个你现在在干什么？啊？在厦门在干什么？哎，给我一根吃。我在厦门。我想吃。嗯。在健身呢、啊。哦，在健身哎。嗯。哦，妈呀，你是健身是要干嘛？就是当健身教练吗？还是？嗯。哦，当健身教练。嗯。哦。我的妈，有这个健身教练，你这私教课应该爆牌爆了吧？这个能吃吗？你能吃吗？可以吃，可以啊。健身可以吃吗？可以啊。吃肯定是可以吃，但是问题不能回答。但是你小姐，对你不要看弹幕、哦，你不能看弹幕，他们弹幕的问题会很奇怪。对对对对啊！不是，我看一下，我第一次我看一下。啊，你第那你第一次你慢一点啊，慢一点啊！兄弟们，为什么一直在打鼠头啊？兄弟们，鼠头什么意思啊？哦，不知道啊。不是、啊，这是不是鸭？怎么吃啊？兄弟们，我们在卖鸭脖、啊，就直接吃，直接吃。好、哦，行吗？啊，进去吃！不是，不是啊，手撕的，我汗，手撕，你可以用手，对手，手撕，手撕是吧？手撕，对对对。哇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对对对，这样，那就啊，这样，哎，这样啊，看啊，没有毛是吧？私密发货，哎，为什么是？哎，就是黑鸭味的，兄弟们，黑鸭味的啊。哎，味道不错哎。真的很好吃，有没有？对啊，这鸭脖真的。嗯。这什么味道？这什么味道？是国内养殖的鸭是吗？这什么味道啊？哎，那个。哎呀呀呀呀！哎呀呀呀！等，这个我跟你讲，这个有，我跟你讲，现在不敢卖。你这样。来。
螺。嗯，真香，敲锣打，很好吃啊。这边我们很久很久没买鸭脖了，喜欢吃鸭脖宝贝真的可以吃。然后调味，香辣味的吗？放心，我们这个鸭脖绝对不是鼠头做的啊，真的。黄小卤大牌子，兄弟们，大家可以放心去拍，喜欢吃鸭脖的也不要被吓到，这个就是正正经经鸭子的脖子做的。哥哥你看，如果你们非要鼠头，我们待会给大家上，好吧？啊！你不要笑，你不要笑，你不要笑，不要笑。他们真的会问这个问题，真的会问的。你不要笑，真的吗？真的会问。我不相信哎。来，兄弟们，不要 Q， 不要 Q， 我没完没了。好好看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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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吧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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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鸭脖这次去的比较，我看了没有，好香，好，没有，没有，兄弟们没有哈，没有啊，没有，啊啊，对，这个评评你的，你想买也可以啊，想买都可以哈，好，59.9元，八根，下个皮，平均一根只要7.48元，克重是68克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可以吧，啊，六百的，可以啊，那个，你死了。兄弟们，你不要老是好奇。兄弟们，别老好奇这些东西。我跟你说，我们直播间对这个鸭脖特别好奇，你知道吧？从小王我开始带货到现在，对这鸭脖的好奇从来没有停止过，什么都要问，问长问短，问里问外，问外面问里面。兄弟们，就是鸭脖，不是鼠头。兄弟们，你死了，给我来一下。这个第一就是上面写的就是鸭脖。啊，兄弟们啊，可以啊，好好好。要链接啊，59.9元，到手8根啊，嗯，好，我们下个品啊，来59.9元，到手8根，下一个品啊，兄弟们来，下个品啊，下一个品，黑鸭味能不那个吗？兄弟们一直说鼠头，来卖。我感觉我直播间好像都容不下哈，太挤了。我的妈耶！哎哎，这个你这样子我们可以荡秋千吗？我看呀，这个你把手举起来快啊，这样吗？哎呀，我的妈耶！你看，能两个人一起荡吗？你先，来，荡，荡吧，你确定啊？上，快上！来，哇，兄弟们，这是什么？来，跟我上！三驾莫言，上！哇，我的妈耶！兄弟们，去问嘴哥能不能荡秋千，兄弟们，干驾莫言。干将莫言，哎，干将莫言，来下个品，我们先下一个品，来下一个品，等我来一个干将莫言，你能把我扛在肩膀上？可以啊。发射干将莫言。那我就要把你扔出去了，是吧？但是不行啊，直播间扔我蛮蛮蛮嘎了。兄弟们一直说鼠头，因为看来很想要鼠的东西啊。没有，来去吧，没有，但是我们来去吧，三只老鼠啊，是吧？对。鼠没有啊，兄弟们啊，是三只松鼠，兄弟们啊，三只松鼠，看到没？啊。正常去买这个每日坚果，这一罐一斤，这个、大概你觉得要多少钱？啊？再问你，对，多少钱一斤？他这个头，他这个比我脸还大。什么？你这个脸？等一下，嘴哥来是这个效果吗？我怎么记得不是啊？一斤，你们是你随便说，好像啊，一斤是27.5元，不是，正常过年买一斤哈，很多一斤35元一斤，40元一斤是不是要？一斤40元，拿个盘子给兄弟们倒出来看一下，拿个盘子给兄弟们倒出来。你觉得吃坚果真的很好，很健康？对对对，我平时不是要补充蛋白质跟碳水化合物，三只老鼠其实也要补充优质脂肪。你三只松鼠了，三只松鼠，兄弟们，来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来。看，兄弟们看一下，满满的一盒，一大罐，满满的一盒都是坚果，里面有核桃、蔓越莓、葡萄干、腰果、巴旦木。你叫什么？
我有点怕你。不要怕我。啊，什么？来看，核桃发大木，看好，好。啊。三只松鼠，兄弟们，哎，把三只老鼠稍微屏蔽一次，等一下我们要三只松鼠，是吧？来，正常一斤是吧？三只松鼠，三四十块钱，而且这是优质脂肪，里面还有那个，里面还有很多这些，就是说优质脂肪，咱们补充一点，不管是当零食吃、宵夜也好啊，直接吃了，不用当早餐也好。来，今天小黄直播间三只松鼠大牌子，兄弟们，三只松鼠，三只松鼠大牌子，兄弟们啊，来一斤。一斤四十块钱，一斤上面买。今天小黄直播间来给你什么？两斤，两斤，是不是八十块钱啊？今天小黄直播间五十五，两斤上车。两斤，坚果含量达52%，五十二，核桃仁占了20%。啊，就是你们问的是松鼠是吧？很贵，大家知道了。而且核桃松鼠这个不错，嗯。大家看一下，市场价他们店里是39.84一罐，一罐。啊、今天早上小黄直播间55两罐，兄弟们啊，嗯、大家看一下，倒出来满满的一大盆，是不是啊？这食品还是用品？不是，这个是坚果，你问食品还是用品，兄弟们？不是，你要拿它啊，也可以用嘛，啊，你可以用来吃。那、哦、用来吃啊、哦，用来吃的兄弟们，用来吃，不坚果你要干嘛？三只 Jerry， 三只松鼠兄弟们，不是三只老鼠兄弟们。要买三只老鼠？三只老鼠卖不了，三只老鼠我卖了，我直接人散人没了，兄弟们啊！连线嘴哥当荡秋千。我的妈！我跟你说，我真的很少接触过有健身猛男啊，能把小黄果举起来的。你刚刚说要举十秒，十秒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嘴哥能举几秒，兄弟们？对面嘴哥可以举几秒，我们比较多一秒。好，我们就是一秒战神，一秒战神。哇，这个好吃。哎，这吃着吃还蛮上瘾的。嗯，对吧？嗯，看你了。嗯嗯，55两罐，要链接上车。核桃仁、扁桃仁、腰果、黄葡萄、红葡萄、蔓越莓干。嗯，早上吃、晚上吃、当宵夜吃都非常好吃，是吧？55两罐，要链接上车。坐台了，快点了。嘴哥能举一分钟，马上举是吧？我们下一个品牌，马上举。你能举？你能举十秒吗？举你十秒。对。应该没问题吧？应该是可以了。我师弟很猛的，是吗？我师弟很猛。我不知道哎，我应该可以。我你有你现在有你目前为止有见过比你猛的人吗？我要在线网络上见过。他有参加健美比赛啊？哦，网络上见过，现实中还没有碰到过。没有。不然我们今天来碰一碰，对吧？哦。你先来。我说你小心一点，我怕你这手一肘过来我就没了。那我这样说着。可以啊，兄弟们。嗯，百威啤酒要不要？兄弟们，要不要百威啤酒？兄弟们是不是要啤酒？来来，把啤酒拿出来。来，百威啤酒给兄弟们上来。兄弟们，这啤酒但这库存不多啊，是从只有5000单。嗯，只有还是1000还是5000啊？不记得。1000单。兄弟们，这个百威啤酒因为机制太炸，只有1000单，昨晚小杨哥卖光的啊、哦。嗯，来来。我给你看一下我们三家的机制有多炸，我看一下。来，好厉害！来，泽哥喝过百威吧？冰啤是吗？白冰，这款好喝，这款好喝是不是？来，日常价。嘴哥说可以是不是？马上等我兄弟们，碰一碰是不是？线下碰一碰来。日常价呢？这个日常价一瓶多少钱？来，因为我自己没有，不怎么喝啤酒。来，快拿过来给我。来，姐妹们看，兄弟们看，要百威啤酒是不是？只有1000单，兄弟们拼好手速，兄弟们啊！来，百威冰啤500毫升的18罐就要119了。今天小黄直播间，你看一下我们的机子有多炸啊！看三只羊的机子，来看三只羊的机子有多炸，兄弟们啊！来，兄弟们说加就加，兄弟们说不加就不加，来，一瓶，来18罐119，来，没问题，兄弟们说加就加，一不加就不加，来一瓶，来，加不加？兄弟们来两瓶，加不加？兄弟们来。12瓶，兄弟们来，
放不下了。十九啊，来，兄弟们啊，你待会能把它一次性抱起来吗？十九瓶，兄弟们啊，来，十九瓶，这个冰啤非常好喝啊，来，二十瓶了，二十瓶，来，二十一瓶，来，二十二瓶，来，二十三瓶，兄弟们啊，来啊，二十四瓶，二十五瓶，二十六瓶，二十七瓶，二十八瓶。来，十八瓶119，今天在咱们小王直播间36瓶，再给你一整箱的百威，来十二斤倒手48瓶，姐妹们听好了，来再来，不用倒手，再给你一箱的小罐的百威，一整箱12瓶，倒手48瓶，118，1000单上了，有兄弟们这1000单，抢手了，1000单。昨天被小王哥、小杨哥卖爆，被师傅卖爆，兄弟们啊！1000单，兄弟们，110%，来，姐妹们看一下，日常价119就要买18瓶，今天48瓶，118上车。兄弟们可不可以？兄弟们可以啊！兄弟们这机子真的的，来，连嘴哥他荡秋千，我们也荡完荡荡荡，来，小王你先上。来了，兄弟们，来我们一，兄弟们，来，给我在玩具上举起来，来举起来，来来，要10秒啊。神经病，我的妈，直接飞，兄弟们直接过去，整个人说小王飞起来了，来再给兄弟们飞一个，来给兄弟们再飞一个，来干了兄弟们，干了兄弟们，再给两个人飞飞。我们说的是我们自己啊，对，说的是我们自己。神经病了，我的妈！你再飞一次，我没看够。你再飞一次，我看你没看够。他笑了，不行了。来，干了，兄弟们，最后单，最后100单，最后100单，来飞飞。奥利给！你再飞一下，我看一下。飞。飞！对啊，我也想飞啊！你也想飞？我飞一下，来，跟我飞，来飞一下。我能不能飞？我比他飞。来，飞，兄弟们，直接给整个人说我们飞！小王，救命啊！就多少？卖完了，兄弟们啊，卖完了啊，可以啊，这个机子 OK 啊 ，OK 啊，从师傅那里抢的，兄弟们，旋转的飞。来，下一个品卖完，旋转飞。你们要求很多呢。旋转木马飞，这样。旋转木马飞，来，下个品来。旋转木马飞，兄弟们，让整个看行不行？我们就卷死他！哇！兄弟们，可以啊，猛啊，单手俯卧撑。好，等我马上来单手俯卧撑，兄弟们。来。旋转木马飞，下一个品来，来下一个品。神经病，啤酒没有了，兄弟们，来旋转飞，马上�旋转飞，我旋转360度无敌狂转狂拽霸旋飞。无敌狂拽霸气飞，来下一个品，兄弟们。一直在跟我们讲，就是大家就是觉得说，哇，那大牌的面膜太贵了。我们真的给大家找了很久很久，终于给大家聊到了这一款，啊，又有知名度又好用的面膜，关键是又很便宜。来，小黄，来。
透蜜的山茶花舒颜保湿面膜，姐妹们啊，对，来自进口的济州岛山茶花，提取了富含的维生素 E， 兄弟们啊，这个就是保某师，姐妹们啊，保某师，来，今天一盒比价卡来，来，兄弟们，来，他们在榜单上，来看一下，一盒卖到了。69.9元一盒，兄弟们啊，大牌子透明的，今天小环直播间姐妹们听好了啊，69.9元山茶花，一票，票，票，来再来一个，看一下海葡萄他们家的网红产品，兄弟们啊，来五盒一片，来加网红产品，加十盒一片，加，来再加，再加，兄弟们多少片，兄弟们45片了，45片了，兄弟们啊，来69.9元一盒，今天小环直播间再来白松露的加。50片，55、60片，60片透明的面膜，日常价69.9元。今天咱们小黄的直播间，姐妹们听好了，来69.9元是一盒，今天我们小黄直播间9盒，79.9元上车。79.9元到手60片面膜，平均一片面膜只要1.33元，而且是把透明加三个搬家。我都给到你，关键是这个哈，这个山茶花系列，大家可以买回去拆了用2片，单手50是吧？你可以单手50个俯卧撑吗？现在做吗？简简单单是吗？你还没旋转飞呢？不是，等一下，是不是简简单单？嗯，还可以吧？还可以，单手50个。对，这个俯卧撑这个不难。不会，这个不难。兄弟们，79.9元上了，一会儿给兄弟们单手俯卧撑。兄弟们，来把这个销量给我看一下，来我跟他讲一下哈。这一个大家可能说我一次性买60片回去，万一发现不适合我怎么办？姐妹们，我们跟品牌方 battle 了好几轮，这一盒拿回去有2片你可以用，如果你用的有过敏或者是不合适不适应，剩下的退给我们，全额退。来，姐妹们啊，它这个是海葡萄这个面膜啊，是有8重的补水科技，行吗？科技水分子8重不同的大小的玻尿酸分子啊，快速的渗透到你的肌肤里面。今天你79.9元买9盒面膜，到手60片，1片1.33元，而且还是透蜜大牌子面膜。来，等我给兄弟单手俯卧撑，现在去问一下嘴哥能不能旋转无敌矿霸气还早费，旋转不马飞。来小黄准备，来旋转木马飞，木马飞准备了，79.9元到手60片啊，哇，真的玩来了，你这是在直播间玩旋转木马。有点请问他兄弟们，问问嘴哥能不能旋转木马飞？兄弟们，医药链接79.9元到手9盒上车，有多少单？还有个500单，最后500单，兄弟们79.9元到手9盒，我的妈，泽哥你好厉害呀！我必须给兄弟，我以前不知道你这么厉害的，真的。来，小黄。化妆品我必须给大家说一下，来，我给他们说一下哈。嗯，面膜怎么选？选对不选贵？其实皮肤很多问题都是因为缺水引起的，所以补某水很重要。当你的皮肤喝饱水的时候，我们脸的很多肌肤问题就会自然而然不见了。这款透蜜的山茶花的这个面膜主打的就是一个补某水，在补某水的时候会放松你的皮肤，敏敏肌也可以用，全肤质都可以用。马上是不是暑假了？你是不是要出去旅游？双人怎么旋转木马飞呀？啊，让泽哥给我们双人旋转木马飞啊！9盒79.9元，真的有够便宜。最后多少单？最后200单，来来，泽哥呀，泽哥来，双人旋转木马行不行？马上是不是暑假了？一次飞了2个。旅游、开学是不是要军训？都要经历暴晒。对，是的，学生党真的可以闭眼入，关键有2片试用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说今天我们真是跟品牌方切磋了一个字，切磋了好几回了，2片试用，双人旋转木马你行不行？双人怎么旋转啊？搂住2个腰转吗？真的吗？是搂住你们2个，然后你们飞起来转吗？来试看看啊，试看看啊啊，疯了呀兄弟们啊，疯了呀，我的妈呀，来来，现在卖多少单了？来，多少单了？700单了，还有最后300单，最后300单，基本就1000单啊，来来吧，
爱的魔力转圈圈，想转想到怎么说人有腰啊，可是我害怕我要慢冒险，魔力转圈圈，你思念你的小鬼，可是我害怕爱情只是一瞬间。有点猛，非常轻松，我能跟轩轮说真的很轻松，有点猛。大哥，六六六，太费男嘉宾了，兄弟们，我们太费男嘉宾了，我的妈呀，太费了，泽哥，你就当做来健身了，好吧？我们两个是你的器械，兄弟们刷人费，费啊！兄弟们来，79.9元到手60片面膜，一片面膜只要1.33元，全肤质可用，敏感肌也好，油痘肌也好，干皮也好都可以用。最主要是它的作用就是补毛水，补毛水。之后其他的问题就自然而然。对，我们肌肤哈，肌肤呢就是说很需要的问题呢就是补毛水，兄弟们啊，尤其是咱们肌肤缺水的时候会引发很多肌肤问题，我们把补水这一块做好了，是不是剩下问题就直接一网打尽了。来，今天小黄直播间透蜜的山茶花透舒颜保湿面膜到手9盒79.9元，日常价他们一盒就要卖到69.9元啊，挂在胳膊上啊。来，下一个品先卖完，卖了几单了这个？还有多少单？还有100单，还有最后100单，平均一片面膜到手1.33元。对，平均一片膜到手最后1.33元。孕妈妈最好不要用啊，孕妈妈是要遵从医嘱啊，问一下医生。对，来下一个品，来这个，嘴哥说你细狗，这你忍忍吗？哎，这个不能再说了啊，不能再说了啊。来下一个品，来，兄弟们，下一个品是我们那个时候想卖。一直没货，卖断货的，上线5月20号上线的一个品，到现在还不到一个月，卖了35万单，兄弟们想一下，一天卖了13000单呢。来，娇润泉的洗面奶，大家应该知道那个娇润泉的次泡卖的非常火，对。那你介绍。大家应该知道娇润泉的这个次泡卖的非常火，同样的，他们家这个5月20号上线的洗面奶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姐妹们，这个洗面奶是小杨哥自己都在用的。有一次我跟小黄就是在公司下播直接去卸妆洗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用完的感觉就是这个质感完全不像是这个价格可以买到的。这是小杨哥自己都在用的洗面奶哦，主打了一个就是温和，它是植物跟氨基酸的双重复配，没有添加防腐剂，然后也没有什么表面活性剂，就是那种乱七八糟都没有添加，大家可以买回去以后试一下，试完你会感觉你这个毛孔在透气，你知道吧？尤其是油痘肌，很适合油痘肌，然后就是脸上很容易出油的男生们，你用完之后会感觉，哇哦，好清爽！我觉得泽哥，你看你现在脸上有点油，我觉得你用完之后你会感觉你毛孔在透气，很清爽，就给泽哥洗个头。洗个脸吧，来，我洗一个头，洗个脸。没有，洗个脸。对，这款娇润泉洗面奶库存不多，不是，只有3000单。泽哥第一次来就给他洗脸啊。兄弟，我真的，你小心他一拳给下去，鼻子都马上干歪掉。没事，我们两个。而且跟大家讲一下哦，他是市面上为数不多。什么互洗的啊？自己洗自己的。它是市面上为数不多的全体系的洗面奶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全肤质、油痘肌、干敏皮、特殊的孕妈妈、哺乳期，哪怕是青少年你都可以用。一个产品好不好？大家看销量都知道。来，你给他试一下。来，开价。来，今天咱们小安直播间啊，氨基酸洁面乳2支装，来一支69，来，那一支多少钱？39块。39.9元上。给大家看一下，5月20号上线到现在，单链接看到没有？卖了36万，看到没有？卖了36万。不洗的吧，兄弟们，不洗的吧。谁吓人啊？男生女孩子都可以用，兄弟们，男生女生都可以用，兄弟们啊，可不可以，兄弟们？来，娇润泉的洁面乳，泡沫非常的绵密，39.9元一号链接。39。是的。39一号链接上车，兄弟们啊。69。可以啊。啊，来一号链接上车啊！一号链接，有具体卖货，我特别专业，兄弟们。对，来，39，来，我想你让泽哥凑近看一下，是吧？你看你脸上是不是有点泛油？你看，对，你待会洗完你就会看到，你看，泽哥现在 T 区是油的，小黄你看一下 T 区。哦，对，你 T 区是这边是油的。你给他洗完之后，你发现真的，不，那我们三家的企业文化洗脸，你第一次见面就跟人家洗脸，
那我帮你洗。兄弟们说好，那我帮哲哥洗行吗？听兄弟们的啊，听兄弟们的。是我帮哲哥洗呢，还是说哲哥帮我洗行吗？我帮他洗。啊，行吧。哎呦，你不要哦，我们不跟。我们拍完家了，你看见他的手有多大？行了，不行，我洗不了，洗不了。行，这样吧，我们这样，我们不洗了，好吧？我们干脆不洗了，好吧？不行，行吗？不行啊，行吧？没办法，真洗不了，洗不了，行吧？姐妹们，大家可以放进去拍，因为这是连我们老板小杨哥也在用的洗面奶，真的。大家可以去看录屏，他自己说，亲口说的，他自己用的就是这一款洗面奶。行吗？哈，不洗行吗？啊，真不洗行吗？小我兄弟们说不洗不，那我给哲哥洗行吗？啊，五百单了，我给哦行吗？五百单行吗？我给那个洗帅哥是不是？兄弟们都说洗帅哥是不是？来，兄弟们是不是要洗帅哥？对，兄弟们说洗帅哥。他们说洗你吧，不洗。小黄在鸽子窝下面洗，你疯了呀，大哥！兄弟们说洗帅哥啊，行吗？小黄洗洗小黄，好，那个我帮他洗行吗？我帮他洗，洗来洗，来上水来，来上水上水，我帮你洗。好，我跟你讲，通你黄啊，很猛的。啊，我通你黄行吗？对，行吗？没办法洗，没办法洗我。洗对啊，没办法洗我行吗？没办法，真没办法洗我行吗？你自己看这个，洗下去我的脸。哇，你手，让你手来，我看一下。洗下去，我马上要进医院，兄弟们。我换一只手来。你就不用看这个，你看这个。你洗下去，我要不要进医院？你看一下。来，我看下我的脸。我看，来。你完全洗不了，你洗下去马上要去重新把鼻子重新做一下。这个你真洗不了，我怕我鼻子歪了。行吧，洗不了，行吧，洗不了啊。来，你赶紧给哲哥洗，让人家看下这洗面奶。洗小黄，对，谁帮你洗？他真的能控。来吧，水呢？油油啊，兄弟们洗不了，兄弟们来，来，小王，四百单了。兄弟们，我真洗不了，兄弟们，洗下去我洗一半行不行？可以，你给哲哥洗，哎呀，你要听兄弟们的，你要听兄弟们的。兄弟们说洗谁？兄弟们说，三九啊，一个洗小王。兄弟们是这样啊，来，兄弟们是这样，就是说我真的希望兄弟们啊，兄弟们真的对我很好，你知道不是兄弟们对我很好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兄弟们不是对我好，兄弟们是对你好。你看整个直播间就三个人，兄弟们都没说要洗泽哥，只说着洗我，但为什么不说洗你，你知道吗？兄弟们，我一定不会告诉你们啊，我一定不会告诉你们为什么。你们为了姐姐的提示了啊，危险动作。我限流了啊，兄弟们等我重开行吗？等我重开，没事，兄弟们限流了，是这样啊。兄弟们为什么喜欢你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兄弟们都心疼你，兄弟们虽然不说，但他们都知道你的鼻子是做的，洗不了，洗下去马上死定了，所以呢兄弟们就不想洗你，是不是？公屏都说洗小黄，但凡兄弟们缺心眼的话肯定都会说洗姐姐，是不是？但凡兄弟们缺心眼的话肯定会说洗姐姐，洗姐姐，是不是？但我相信兄弟们一定是非常为小黄着想的，是不是兄弟们？兄弟们就是觉得说洗姐姐不合适，要洗小黄，痛苦就让小黄一个人承担就可以了。所以兄弟们都说啊，哎呀，那没办法，有的时候嘛，兄弟们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因为小杨哥也说了，兄弟们最大，兄弟们是我们的神，你是我的神。兄弟们说什么，洗姐姐来上水来，把那来鞋坐，来走椅子来，哎，你看公屏都洗姐姐来，开始哦，来干了，兄弟们啊，来啊，来，是那个围炉围脖子，你把它开始都给冰冻，给内线内线啊。围炉是吗？啊，兄弟们说洗姐姐是不是啊？来，洗姐姐啊，苗丽，啊，楠楠来，妈，来，洗姐姐来坐，哎呀，兄弟们是不是洗姐姐？好，来，我准备了，来准备啊，准备啊，来，就这样水直接泼上去，没关系的，泼上去来，泼我身上来了，我来弄啊，来泼，没事啊，没事，